我的个妈呀，这是帝王蟹吗？这是今天粉丝要找什么？冰川的有胶感的，有胶感。那预算呢？小千。预算小千，我的天哪，你玩我呢？平时冰川来什么价位，你心里没数吗？那你接不接嘛？既然翻到就是缘分，接了，走。我的个妈呀，这是帝王蟹吗？这是密密麻麻的全都是蟹，不光有蟹，还有这么多的棉，白虾这么好的这么大一个桌位，还有这块也是，你看这蟹长得多气人。喏，这几条蟹，本来人家这么好的一个肉质，这么冰，是不是这么清爽的颜色？就因为这几条蟹这么好一个桌位浪费了，白瞎了。这蓝色是真少见呀，我都扒这一筐扒拉完了都没有蓝色，咱们再去别家找找看吧，走。我的天哪，众里寻他千百度，终于找着了，不容易啊！你看，这就是我们要找的蓝，这里边的这种打灯的这种细润感觉。左边卓已经画好了，肯定不便宜。我决定要右边的这个，右边虽然说它这个位置有一条裂，但是这个裂没有到头，刚好留一个卓位给我，就它了。问问价格的哥，我就要你这一块，这半边1000块钱给我。这半边呢、啊？这半边是过万的。要啥过万？有裂你看着没？这个手镯是38000的。那你这里有裂出不了镯子？有裂的话，那有裂的话，你给多少？1500，加500。那不行。有啥不行？你这里卖一个边角卖不了多少钱、啊，是不是？这边的手镯也是差不多过万呢、啊。过啥万？这边没有手镯位，我拿来做挂件的。再说了，你这边有手镯转就可以了嘛。再加一口，2000，可以了，给我了，我待会儿转给你啊。待会儿把这半边，待会儿还给你。娇娇润润的冰川蓝镯子起货了，你看它上手啊，就像是一汪湖水萦绕在腕间，高贵又优雅。2000块钱绝对是起涨了。那这只成品镯子值多少钱呢？点个小心心，评论区告诉我。